中午12:10，早安，午安。刚刚两兄弟上完体操课，我们来旁边吃个午餐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朝圣孙东宝。孙东宝，我记得就是突然间，然后就好几家蹦蹦蹦蹦出来，真的也开蛮久了。我是因为双喜他们去吃，我才知道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，对，不知道。就有一阵子就突然就看到，哦，好多孙东宝，超多的。他是不是也是原本就开很久了，只是突然间变比较多点？对对。我们真的从来没来吃过。我蛮喜欢吃这种牛排，牛排店。我以前最喜欢吃那个特级世家。你不是喜欢吃大块牛排吗？大块牛排我也好喜欢。特级世家是还没有遇到大块牛排之前的贵族世家。这家以前是贵族世家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台中啊，台中就是很多贵族。然后来台北才遇到大块牛排。嗯，现在很多贵族世家都变成那个孙东宝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全部不知道，不是合并吧？就是刚好同一个店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母亲节你看。改加盟别的。改加盟，那、啊、你要什么？你吃什么？我吃菲力，我帮你点鸡排好不好？这个。妈妈，我要这个。它最贵才300。这个。最贵是带骨牛小排320，超大块280。你是吃菲力260七分熟。妈妈先拿着口罩。好，你好。啊，你是 A 加 B 是吗？不是，因为它红加白是可以减50块。是什么？母亲节特别活动。我们不是会员，我们要加入会员。减五十块，这么便宜，差很多哎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点上面加下面，哦，上面是比较贵的。可是。带骨牛小排，我就可以点菲力。我没有要点带骨牛小排。弟弟，不要乱动。那好像不用，因为它上面的比较贵。对啊，上面的。他们要吃什么？他们两个？他们吃鸡排吧。你吃鸡排吗，哥？没有，是面面，汤汤跟面。是薯条跟鸡块。啊？不行，你不能只吃那两个。这里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哦，你要这里有。不行，哥哥，你这礼拜已经吃过了。你还是要吃面。哇，它可以升级双排餐，加80块而已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跟他们吃一个应该可以。你跟他们吃一份啊？对啊。那你他们要吃什么鸡排？好，好，好，真的，我们就点了。我没有很饿。你没有很饿？嗯，不行。不要玩。要再3只白虾。哦，有虾子、哦。可以啊，就是。啊，我要。不要。啊，你也是，你不要乱玩。那是卫生纸吗？那是餐巾纸，就是等一下牛排来的时候你要拿起来。你没有吃过牛排对不对？你没有来这边吃过，等一下妈妈教你。等一下餐牛排会送上来的时候会喷，喷的到处都是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打开来遮住你的脸跟衣服，才不会被喷到，知道吗？所以我需要做成一个雷神锤啊。雷神锤？那你要？我要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你是鸡排吗？跟虾？哦，可以可以加饮料。你要吗？那你现在我做了雷神锤啦。可是没有科比斯的，没有他们可以喝的。没有。啊，一定要加饮料吗？还是？不用。哦，那就不用了。那他那边有，他那边好像有可以倒。那喝那边的好。对，他那边有汤跟饮料可以倒。好。那你是说这样吗？啊？对对对，然后打开一点，不是要全部打开，要这样全部打开，不是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遮，拿着两边，对，拿两边，对，对，对，这样没错。这样哦，等一下来的时候你就要打开哦，先放这样，啊，不要把它弄破了、哦。弟弟也是哦，弟弟会吗？我去买单。来吧，这边吧。我刚刚结了500块，我们一家四口吃牛排500块。还好啊，你。还 OK。你要什么？你要面包对不对？哦，面包是他烤过来的，然后汤是我自己装的。汤我刚刚发现它的料蛮多的。对啊，好大块的那个。就我刚刚捞的时候，它不是稀稀的，它是有蘑菇、有火腿，而且一捞就全部都是。还有一点勾芡。还不错。啊，你们两个等一下先去洗手，你们刚刚下课都没洗手。先洗手再吃。有一点烫哦，你要小心啊！好，吹一下，对。
里面比较烫，外面很哦，还会爆浆哎，还有爆浆哎，还酷啊！就里面还有奶油，把你放在这里啊，你的包。加胡椒，这感觉一定要加胡椒。嗯，它是那种细的。嗯，不是。是是是是。妈妈帮我发糖。乖乖，过来一点啊，过来分享。先放这边好了。放我的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哦，你有没有拿？我不是跟你教你那个吗？要遮住啊，遮住脸，遮住身体，衣服。你看它会喷哦，它会喷到桌子哦。然后他打开完已经喷完了。那个不能碰，这个很烫。很烫哦。也要蘸鸡排。或者是鸡拼虾，单点了三只90块的虾。快好了。你才刚打开来，好不容易打开来，你就多撑一下吧。嗯，蛮香的。虾子在这边，应该是去好壳了。然后鸡排，我跟他们两个一起吃。太好了，可以关茶架了，我也可以啊。是我的。弟弟，不要抢哥哥的。好，等一下帮你拿。你把我的也不行。我知道，等一下帮你拿。哥哥，先走。好吃吗？这个吃还蛮不错的哦，今天有认真吃，很棒。我们等一下要来去成品。不是苏格内裤。对。嗨，你要不要下来走？哎，好像出来变凉了，没那么热嘞。没那么热嘞。不会阵雨，原本说昨天晚上会下雨，就昨天没下，现在风好大。起风，不行，我们要走这样。你等一下可以挑一下，我们的故事是都已经讲烂了，你要几本？挑个两三本好了。这样。这样。太多了。你不用那么快买啊，轻一点。我小红母鸡就不用退了。不用退是什么？小红母鸡还可以留着啊，小红母鸡是最新的。下午去逛个街，买一些故事书，然后还有帮他们买一些衣服，他们衣服又旧了。好了，拜拜。要课。哦，今天有上课有学这个是不是？今天不是有学这个吗？